各位，真係對唔住，因為星期四咧，我要一眼咧就去做少少手術，就話鑿穿咗少少咧，等嗰啲眼翼咧個眼力咧減少咁講，咁所以咧就於是咧就遲咗一日，嗰日咧就休息下隻眼咁講，咁所以咧都要同大家咧道歉。咁啊，今日如是咧，我又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解决咗我上一次喺如是喺呢个各有各说里边咧嘅一个疑问啦。究竟点解当日食环署嘅六位职员要拉呢位老婆婆咧，75岁、哦，只不过执纸盒啫。又冇阻街，又冇咧令到城市咧有損壞。咁原來咧喺節目《自由風》裏邊咧，咁呢位食環署嘅代表李君咧，李小姐李女士咧就解釋，佢話咧當日咧佢聽到一個食環署收到一個報告，話有啲外佣姐姐咧，就喺中環嗰度咧調棄咗啲紙盒，於是乎咧，佢哋就拉隊去幫手，睇下情況點樣保持個市容咁講。但係咧，去到咧就見唔到，就只係咧睇到一個販賣情況，即係收咗一元嘅販賣情況，咁佢哋咧就捉人啦，依法捉人。好啦，咁呢件事咧，其實冇解釋到點解佢哋係要拉呢個婆婆喎，佢只係講咧唔係專登設個局去拉佢咁解啫，咁設局與唔設局咧，當然有分別。設局咧就更加使到人哋咧刺冷啦。我哋咧從呢件事一睇，就覺得咧呢啲官員咧，嗱呢度叫 officer 都係官員嚟噶，雖然唔係好高級，但係咧佢完全咧唔認識到咧有三個字。叫做斟酌權，斟酌權咧呢樣嘢咧就源起咧就好似咧一個人奉酒咁樣，或者奉水得，佢咧可以咧斟酌嗰陣時候啊，可以決定多或少。有或冇，我哋成日有讲有句说话讲咧，喺江湖上有句说话讲咧，叫做咧执生。呢句说话咧系社团术语嚟噶，咁啊意思就话咧，睇情况而决定行好嗰边，着数嗰边，因为当时咧呢啲社团咧。就有所謂執生死丑呢種咁樣嘅儀式，咁睇下你執到個丑咧生定死嚟決定咧，你繼續點樣做下一步。咁而家香港人咧用呢個執生咧，就已經成為一個普通嘅名詞啦，即係做。有益嗰邊就唔做冇益嗰邊，咁呢個決定咧都係一個斟酌權。咁仲有一句説話咧，就話人事情咧就死嘅，人咧就生嘅。點解話事情死人嚟生咧？最主要下低嗰句，人咧係可以靈活咁處理，靈活處理咧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尤其咧喺我哋打工仔，
或者咧，我哋作為低級職員，有上司指引嘅底下咧，我哋必須咧要識如何執生，如何咧機靈變化，去揾一個著數嘅地方。呢、這個著數唔一定係錢銀著數嘅，唔一定係利益著數嘅，而係咧對嗰件事有利益。或者對公眾有利益，我哋就會選擇。嗱，斟酌權咧呢樣嘢其實咧係賦予俾各人嘅。不過各人咧曉唔曉用咧，呢、這個就係成為最大問題。好多人咧自己有斟酌權而唔識用，又唔知道咧用咗之後咧。有冇取到利益，或者公众嘅利益，或者呢件事嘅利益，只系死牛一边颈咁样去做嘢。咁呢个做法咧，我哋有句跑马术语叫做死步头。我啲马咧唔识快，唔识慢嘅，步步都咁大嘅，步步揦咁多，咁咧呢个死步头，呢啲咧冇话之赢。因为咧，佢唔知道边时快边时慢，边时进边时退，边时松边时紧。嗱，呢啲全部咧快慢松紧多少取舍，全部咧系人嘅灵活性而决定。冇灵活性咧，唔识运用这灵活性咧，呢、这个咧硬系只系。執行到死嘅條文咧，呢啲我哋另外有個名俾佢，叫做僵化。呢、这個僵化呢、这個僵字就係僵尸嘅僵，僵硬嘅僵。佢唔識將一件事咧體察得清清楚楚，只係咧依照條文去做，或者按章工作去做。点解咁做呢？好简单啫，佢唔肯孭锅啊嘛。逢系一个组织低级员工咧，受指引、受指示。与此同时咧，嗰班人咧失失方。何解会失失方呢？第一，佢觉得佢哋嘅上司唔得严明。公正，好惊住佢執行到一个執生或者一个斟酌权嘅时候咧，上司就会埋怨佢或者责备佢，点解咁做啊？佢解释得嚟咧，又唔接受，于是乎咧，佢哋就采取一个心态，就系乜嘢都唔做。少做就少错，中做就中错，大做就大错，唔做就冇错。于是乎采取一个咁样嘅心态。第二呢，佢系或者佢哋系唔相信佢哋嘅上司，唔相信个制度，唔相信咧佢哋上司系会给予佢哋一个斟酌权。又唔知道咧，斟酌權本身係有一個重要嘅meaning， 重要嘅意思咧喺背後。於是乎佢咧只係胡混混咁做咗算數啦。嗱，發現一蚊販賣係咪犯法咧？佢其中一個員工講得好啱，一蚊都係犯法，都係小犯。但係佢有冇考慮呢個婆婆嘅情況呢？充公咗佢架手提車，或者罰咗佢一蚊，係咪使到成件事係有益到社會呢？定係呢，使到社會呢，輿論啊，
或者其他的声音呢，无论左中右，今次都大力谴责，何苦来哉？点解仲要咁做呢？完全系唔识咧引用斟酌权，亦唔知道如何去处理一啲咧简单嘅社会事务，反映出咧呢班员工对上司嘅唔信任，对制度嘅唔信任，对咧斟酌权嘅使用完全无知。杨岳桥咧议员咧曾经喺发表一个公开嘅讲法，佢话咧好似上一任啊嘅局长咧曾经俾过一个指引，就话咧如果遇到一啲咧年迈即系老年嘅小贩或者其他喺街边做呢啲事情嘅人咧，佢哋必须咧谨慎咁样，啲员工必须谨慎咁样考虑佢哋嘅处境，施予一啲咧斟酌权，可以唔拉佢得，亦咧使到咧呢个市况呢个市容咧唔会话受到损害。咁而家呢个问题就系、是、政府公务员，无论低级嘅或者高级嘅，点样样可以知道自己有斟酌权呢？嗱，今次咧系一个当头棒喝，大力咁拨落去，希望咧其他员工、其他几十万嘅政府员工咧都知道，佢哋正确地、无误地去使用佢哋嘅斟酌权，佢哋都有嘅。嗱，喺法庭上咧，法官就有斟酌权啦。有啲情况底下咧，佢会判得多啲，判得刑多，有阵时或者释放，看咧佢法官认识法律嘅人，体会到嗰宗案件嘅严重性，同埋对社会影响性，而决定一个咧公正、合适、公义嘅判决。嗱，今次咧，食环署取消咗控诉咧，系一个咧合适、公义嘅做法，亦系咧人民咧觉得需要做嘅做法。亦发出咗一个咧社会声音，呢个社会声音咧亦好明显。第一，香港嘅市民，即系我哋大众，心里头咧系存有公义嘅，认识乜嘢叫做是，认识乜嘢叫做非，认识咩叫啱与错，比嗰啲执法嘅官员咧更加清楚。呢啲民意呢可以讲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嗱，第二个这个声音的启示呢，就是好多官员不懂用斟酌权。好多官员呢是不懂在僵化的环境里面怎样寻一条生路，不要再僵化了。香港呢社会为什么会觉得近年越来就越乱糟糟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做事的人太僵化，不懂执生，不懂呢便宜行事。这个呢四个字便宜行事是很重要的。好吧，那么知道了这个病端之后呢，我就希望呢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而且呢是希望呢就官员呢慢慢在新一届的
班子里边咧，会领导得更顺畅。当然，我哋亦希望佢个班子咧系为香港人嘅利益着想咧，为佢哋第一优先。当年咧喺梁振英当选嘅时候咧，差唔多五年前，我咧就写过一篇文章，同梁振英喺文字上咧交往。我咧就里边讲咧，有啲嘢咧系应该做，有啲嘢唔好做嘅。嗱，先讲唔好做。话咩嘢唔好做咧？阿梁特首，即系而家林郑特首。第一，千祈唔好改繁体字啊！即系话咧，香港一定要用翻繁体字。即系换句话讲咧，正体字，有啲人叫佢正体字。虽然国内已经流行简体字，但系香港咧嘅文化仍然。我哋睇报章、杂志，大部分90几%都系用紧正体字或者繁体字。呢样嘢咧，请佢留意。呢个乃系一国两制，使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别于国内呢个共产国家嘅。文字上、文化上的差别。第二，我请特首留意，千祈不要想话企图或意图改变香港人的语言。香港人是有，同澳门人都是大部分是用紧我哋讲嘅叫做粤语，粤语即系广府话，有啲叫做系广州话。有啲人话叫广东话，咁咪好多人都应用呢个咁名词噶啦。但系广东太多地方，潮州。汕头都是广东省的地方，那些都是广东话的。但我们现在讲听的呢，收音机听的呢，都是广府话、广州话。这个呢不是我阉尖，事实上呢就要正其名。可以，当然呢你可以当一种呢语言呢去学习。我哋赞成咧，应该学普通话添。但系我哋嘅母语广府话不能够取代。文字语言咧，乃系一个地方咧，佢成个文化嘅根源，好重要嘅，喺我哋生活嘅文化之一。我哋啲母语生出嚟，就系讲紧广府话。或者写紧正体字，我见到有个家长有个报道讲，佢要求佢嘅子女一早咧就系、用普通话同埋简体字。我觉得咧呢、这个强迫喺香港强迫呢、这个咧系违反咧香港基本法咧里头赋予正体字或者繁体字。在港府话的权利是不应该的。做特首，他是香港人的特首，我无辜勿论他是不是全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特首，但他都代表香港人，香港居住了700几万人，为了他们的福祉，正如林郑参与选举的时候都为
都係講呢句説話，為咗香港人福祉嚟參選噶嘛，唔能夠破壞咗呢個咁樣樣嘅傳統。我哋可以學普通話，可以適用簡體字，我亦唔係好排斥呢兩種國內用嘅語文，但係我覺得咧，保持香港特有嘅語文咧係重要，同埋其實我哋都仍然要用學好英文呢、這個國際語言咧，唔係我哋因為媚外而決定去學習，而係佢真係亦係成為咗國際語言呢、這個語文咧，喺由18世紀開始，英國咧殖民地主義同埋帝國主義，征服世界各地嘅時候咧，已經傳播開去，成為咗一個事實，我哋亦唔能夠推翻嘅。今後咧，可能幾十年或者百幾百年之後咧，普通話中文係成為國際語言，代替咗英文都未頂，我唔敢講，但係今時今日仍然需要。所謂三文，三種文字，兩語，兩種語言，英文、中文、廣府話、普通話、英語，三呢兩文三語咧，係我哋細路仔咧應該由小教導開始，不能偏重。這個呢，我勸勉梁特首時都咁講，林鄭我都咁講，你唔好喺啲鈔票度咧、郵票度咧改為簡體文啊！你政府公函你唔好理啊，照出繁體字、正體字啊！呢啲咧係代表咧香港人嘅文化，一國兩制係保持香港人嘅文化的，這個呢個事必要進行，千祈唔好唔做。其次呢，我覺得呢香港三權分立這個咁樣嘅責任同埋政制呢係必須保持，絕不能夠三權合作。合作係做咩？為咗一個政權啊，咁咧唔係香港人所期望，一定係要三權分立，各有各獨立性。有多朋友咧覺得好似癡人說夢咁樣，無論如何咧，變成點樣都好，一漸漸漸紅起上嚟都好。但咧，我哋都希望特首咧帶頭，佢哋都係受呢個咁樣嘅教育，即是说呢三权分立底下的教育，相信世界上是有公义的。尤其他呢，林郑呢自己出身于一个宗教的学校。这间学校呢很有历史，而且呢学生呢辈出，后来呢在香港大学毕业呢亦是呢人才辈出，所的教育都是刚才我所讲注重三语两文，而且呢是香港文化的基础奠基的。那这些呢亦是将来呢香港服务世界、服务中国或者服務香港人社會為先呢一種咧嘅基礎，所謂核心價值係不能夠改變。希望咧佢哋嘅班子所有嘅長官都係咧一心一意咧係以服務香港人為先。唔係服務其他為先，
唔係服務一黨專政為先，亦唔係服務一個黨嘅為先，要做到咧香港人嘅利益為先。好啦，咁再講一個最近嘅新聞咧，就講關於咧入 yoga 嘅，我哋中文譯佢做瑜伽。呢、這個瑜伽咧唔係孔夫子嗰個瑜伽喎，而係咧來自印度嘅。有一種呢運動，冇錯，瑜伽呢種咁樣嘅運動呢，而家呢喺香港呢世界各地呢都展開咗。佢係一種呢使到身體呢做到一啲動作，而啲動作呢根據佢理論咧，係可以使到人嘅骨絡、肌肉、神經、血液等等咧，都循環有增助、有增比益嘅。咁我都相信瑜伽呢種咁樣嘅動作咧，呢種運動咧，佢係對身體有益。即係咧有證明嘅咧，有科學證明嘅。可惜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或者係呢個東正教及其光譜底下嘅其他教會咧，都對瑜伽呢種運動咧有啲非議。嗱，我先講一個故事。多年前呢，我喺我朋友蘇更哲先生嘅博士佢嘅大鋪呢參觀，佢係專賣舊書，賣咗幾十年㗎啦。咁喺個舊書呢個新亞圖書中心裏面呢，就見到有一本書幾厚嘅，係硬皮，唔係一本係幾本。咁呢啲書呢一揭知道佢呢係講述中國文字學裏面所謂呢卜筮所用嘅甲骨文嘅研究嚟嘅。呢、這個呢早於中國商朝嘅時候呢已經呢有呢種咁樣嘅甲骨文。呢種文字呢是当年是大部分呢刻在龟壳的或者牛的甲骨上高。咁然后呢卜筮人呢就用火去弹佢。弹完之后呢这个甲或者这个骨呢就会裂㗎啦。佢根据这个裂呢来到接受呢一个天上或者上或者上天冥冥中的一种提示。咁呢种提示呢我哋经常喺日常都见到嘅，譬如易经上高呢就写呢啲咁样嘅提示。咁当然佢淨係讲话係好啊或者唔好或者无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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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无坏，系三种嘅。但系咧，中国人咧系好相信呢一种咁样嘅卜筮文化。冥冥中咧，自然有主宰，有人有个天咧，讲紧俾佢听应该点做。但系咧，呢本咁样嘅甲骨文咧嘅研究咧。前头嗰十零廿页系被咧割去，咁一睇个割法咧系非常之有暴力泄气嘅，
喺度泄紧粉，而且揸把刀个姿势咧，系两只手咁揸住，大力咁割落去。咁宝贵嘅书嘅作嘅书主，点解会咁做咧？我问一问咧，阿苏博士，苏博士话：飞呀，唔系佢做嘅。佢已经过咗世啦，即系鬼祖，唔系，原来咧，佢个太太就笃信新教，即基督教嘅新教，就觉得咧卜世之书或者呢啲甲骨文咧，乃系魔鬼嚟嘅，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易经啊，卜世之书啊，这些甲骨文的研究是魔鬼的书，怎么想的？原来真是这么想，所以他呢，和他们一班教友呢，就很用力揸把刀仔呢，割烂那本书，不让那本书存在。我听到之后呢，觉得真是很愚昧，但你回收想，原来一神教只是信奉一个神的宗教，他们那些人很多是入了迷的，他们就会觉得呢，除了上帝的指引，割大草割的指引，其他呢，灵与不灵的预言，或者呢，所谓嘅文卜占卦，完全系魔鬼嘅 temptation 嘅诱惑嚟嘅，系唔应该信呢啲嘢，应该毁灭，应该咧烧咗佢，佢唔烧咧，划烂佢咧，泄愤咧，已经咧好避免，可能一时间搵唔到火柴，搵唔到火水都未定。咁究竟中国喺商朝嗰阵时已经认识到甲骨文呢一种咁样嘅文字，系咪同魔鬼有关呢？我哋要睇睇当其时希伯来人，耶稣未出世啊，几千年前啊，仲系从耶稣出世仲有成千几千年。甚至乎更远的时候，他们呢，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威，这位神呢，是在历史考据里面呢，是一个很多民族的神，后来呢，成为了呢希伯来人，即是犹太人的主神，一神就为之本来无名无，不能够叫名的，只能够叫做 My Lord， 我主，后来呢只有耶和华这个名称。但我们中国早过他耶和华面世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甲骨文，难道那时已经是有魔鬼？而在他们来讲呢，就有的了。创世天下就已经，创世的世界已经有的了。但是，是不是值得这样样来到去糟蹋一本这样的书呢？糟蹋一个甲骨文的书呢？这个呢，令我大惑不解。而且义愤填空，当时呢，非常之愤怒。只是觉得他们很愚昧。补充一句，日后呢，听苏博士讲呢，佢哋知道我喺某个书籍上呢大闹佢哋愚昧呢，对新亚书店呢图书中心呢都有怨言。而家我话俾你听，我再一次喺网站闹你哋愚昧。好，咁呢件事同儒家咩关系呢？
有，因为咧新教里边或者天主教里边嘅主教神父，佢哋都认为瑜伽咧呢一种咁样 yoga 呢种咁样嘅运动咧系有邪性。信教嘅人咧，教友咧，或者其他唔系信教嘅人咧，都应该避开，唔好学瑜伽喎。我唔反对一神教劝勉佢哋嘅教友，佢哋嘅门徒避开咗唔训练瑜伽，冇问题。各有各教，各有各信。你相信佢哋嘅主，相信佢哋嘅上帝，当然就系要避开啦。因为佢哋觉得印度教来源于印度教，或者来源于更早嘅婆罗门教。瑜伽呢种咁样样嘅活动咧，系会引致到咧有一种冥想，或者一种畅饮嘅，我哋为之念符念咒。呢一种行为咧，话落会提升咗一个人咧，天人嘅一体，会达到呢个境界。所以咧，好似道家里边嘅炼仙嘅方法之一，辟谷啊、静坐啊呢种咁样样嘅行为，或者佛教禅定嘅行为，当然咧系受到宗教上，尤其一神教嘅排斥，系认为唔应该。你信咗佢嘅宗教，就唔应该咧练呢种咁样嘅瑜伽，万一你又去冥想，万一你又去仲念佢咒语，或者想起佢咒语，咁咧点对得住佢哋嘅唯一真神咧？所以咧，佢哋极度排斥。但系咧，我认为只能够向相信嘅人讲道，去讲佢哋嘅戒条。咁呢位主教或者神父咧，仲外国嘅，仲讲，佢话咧会入咗魔，就要去驱魔添。世界上有冇驱魔呢种咁样嘅事情咧？我唔敢100%肯定有或者冇。根据咧，圣经所在咧，耶稣咧的确咧，驱魔赶过好多鬼喺人嘅身上咧赶出嚟，驱逐佢落去河同湖嗰度，变成猪群。啊，就系所知咧，希伯来人咧系唔食猪嘅吓，所以咧猪系污秽嘅。咁究竟有冇咧？咁根据圣经所启示咧，系有，而且咧系应该有责任啊，为被魔上咗身嘅人咧驱逐个魔出去佢嘅躯壳。喺天主教里边咧执行呢个驱魔任务咧系比较严谨嘅。大家都睇过或者见过咧，几套嘅驱魔人嘅电影，啲神父咧系好资深嘅，去靠咧圣灵嘅力量、耶稣嘅力量咧嚟到去驱魔。个故事咧都系讲到咧，佢哋系利用圣水啊，嗰件圣袍嘅里边嗰个衣啊、衣服啊，甚至乎咧。有关于驱魔嘅经文啊，或者喝定嗰个魔鬼咧嘅名字，要佢马上离开呢、这个受到侵入去嘅被害人嘅身躯。但系亦有咧德国咧试过两位神父咧因为驱魔咧而被控咧谋杀咗一个
十歲嘅少女。啊，呢個第時再講。所有嘅文獻裏面咧，喺天主教、基督教，即係新教、東正教，我唔係好清楚，都有驅魔人，甚至乎咧，猶太教自己都有驅魔人。我哋中國咧就係用道士或者佛像或者畫嘅符，甚至乎咧有人話茅山裏頭道士咧，其中有一科祝由科咧係負責驅魔嘅、捉鬼嘅，呢啲等等嘅講法咧，成唔成立咧？咁我曾經咧，我哋有一班人咧喺一個越洋嘅會議裏邊咧，詢問過呢、這個一位專家，呢位美國嘅專家咧，佢係呢、這個邪魔或者我哋叫做嗰啲靈異嘅博物館嘅管理人。咁呢個題目去問佢，究竟以中國人嘅零零查查貼張王子嘅符，或者銅劍，或者道士作粉法，能唔能夠驅到西洋嘅魔咧？魔鬼撒旦咧？呢個靈異博物館嘅主持人咧，就答係唔能夠嘅，各有各文化，各有各嘅儀式。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中國人係佢唔係信基督教嘅，你用基督教嘅儀式，嗰只殭屍或者嗰只鬼，用聖水、聖袍、念經或者等等驅魔嘅手續，都不能夠，係注意啊，不能夠趕佢走。我亦未聽過一個得。同樣轉翻轉頭，一個西洋嘅鬼，你用一個中國人道士嘅黃袍啊、黃紙啊、咩桃木劍啊、念呢個茅山口術嘅語啊，請埋張啲屍出嚟啊，係咪可以幫到佢驅逐呢？亦唔能夠，即係呢樣嘢係冇世界性、冇普遍性，各有各文化，有佢自己嘅驅魔。咁呢個又同剛才講儒家係禁止之列有冇關係？有，因為凡一神教，只係崇拜一個神嘅，譬如基督教一神教、回教一神教，呢一神教咧都係有強烈嘅排斥性，佢哋排斥緊異教，佢哋世界上只有呢、這個宇宙間只有佢嘅一神，或者叫真神係唯一嘅真，唯一存在。其他咧有冇有？佢冇話冇啊。不過咧都係喺佢一神之下，所以咧一神教咧係完全絕對排斥緊其他宗教。咁如果儒家呢種係來自印度教嘅一種儀式，佢已經唔計較佢係唔係一種運動，係咪一種強身健體嘅活動，已經不再計較之列。只要佢係屬於印度教嘅一種方式，而個方式後來係可以變成冥想或者吟誦符咒嘅咧，呢個必定係成為咗佢哋攻擊嘅對象，呢個好明顯。但事實上，儒家係唔係，尤其現代儒家係唔係如此呢？係咪我嚟做一個達到去
天人合一的一种活动呢？我相信不是。很多现在练习瑜伽的人去学校啊，或者去啲瑜伽活动嘅地方学习瑜伽嘅男男女女，佢哋咧只不过系希望伸展下身体，做一啲运动，而咧增加自己嘅体能、精神，而完全咧系唔知道咧，原来喺印度教嘅瑜伽是作为一种呢人天人合一的一种呢冥想或者念任念符咒的方法。所以呢这种这样的劝告呢我认为可以，但你只限于他们的教友，就其他不是他教友的呢可以不理。如果他教友不理呢，当然他是不听话啦，但他都有理由的。人呢贵乎建立自己的决定，有独立的思考咯。当然这班神职人员更加讲到哈利波特这七本书里面呢是藏有很多鬼怪，是有邪嘢喺度嘅，叫啲人唔好读。但咧，我哋作为一个读者，我咧睇晒中英文版，甚至乎聆听版都听过，就觉得咧，我今日都未曾被入魔。佢只不过一小说嚟啫。如果咁讲咧，《西游记》、《封神榜》等等中国嘅志怪小说咧，甚至乎《山海经》咧，都唔应该读，里面咧都可能有邪灵，即系等于正话所讲，亦有咁固执嘅教徒认为卜筮之书系邪灵，系邪恶嘅一样，唔使讲啦。咁啊，其他咧佢指出嘅喺美国流行嘅True Blood 啊等等咧，Walking Dead 啊呢啲好流行讲怪异嘅电视剧咧，佢哋都认为咧系唔应该睇嘅，唔应该观看嘅，亦可能咧会成为咧佢哋咧邪灵入侵嘅一种咧媒介。咁所以咧，我哋不单止系喺日常生活，而且咧喺由自细开始。好似呢有啲家长话要赢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呢嘅意思呢唔係要攞得特高嘅分数，或者去周游列国去见闻好广阔。而係呢认识到呢一个人生存喺现代社会必须要有一个独立性嘅思考。即唔係讲人云亦云。好多时呢人云亦云，人哋咁讲你又咁信呢，就会产生一啲迷思或者迷信。呢啲迷信呢係会令到人呢更加愚蠢，因为你死牛一变颈，正係识諗嗰一方面，然将件事情呢好正確地、好科學地、好人以人嘅智力去分析，即係相信啲教條，即係相信啲黨規，呢啲咧卒之咧係會造成到咧政同埋教嘅一種咧專制。我哋咧喺西方社会读历史知道咧，中世纪又叫做黑暗时代咧，就系政教合一嘅时候咧，产生一啲咁样样咧嘅残忍人类嘅事端，
残忍对人类嘅时段，差唔多咧系死咗三分一人口。喺中国，一个文化大革命，亦死咗成千万嘅上千万嘅人民。喺世界各地，呢一种咁样嘅愚昧，或者系冇分析性嘅，冇一个独立思考性嘅思维咧，同样咧系害到好多人命。所谓飞碟嚟教嚟救教众啊等等咧，亦会俾人咧连累到自己灭亡。小则冇咗啲金银，冇咗啲自己嘅宝贵嘅青春时间或者身体，大则咧命仔冇埋，失咗咧父母赐予你嘅身体添。好啦，今日咧我所讲三样嘢咧，都系同香港嘅时事啊，同埋国际时事啊都有啲关。宗旨最后尾有一句就系、是、要有独立嘅思考，识分析是世事，要有一个公义嘅心。希望咧各位咧共勉，拜拜。